早安呆呆，早安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是李素娜蒂，我今年44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3个小孩，我以前工作在台湾5年，2015-2020，照顾阿妈还有亲戚出版出差晒衣服。我只在香港好好的工作，我只在香港赚钱帮助家人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呆呆，再见在香港，拜拜。